看，不有一个提问说：“有的上师说，我们的身边就有一些人看似普通，但实际上是佛菩萨。请问这些佛菩萨是真正证悟了果位的佛菩萨，他们本身就知道自己是佛菩萨，还是说有的人可能哪句话点醒了我，这个人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佛菩萨？”他们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些上师们他们说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因为。 呃，佛陀读众生的这个这个方法是各种各样的，各式各样的。所以就是佛读众生的时候呢，不一定是以佛的身份去读啊。所以有些时候是这个就这个外面的这个形式，比如说他的相貌呢，有些时候是佛呀，有些时候是菩萨呀，有些时候是这个神温啊，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呐，有各种各样。所以有些时候也有普通人。那这个身边的普通人当中呢，也有。 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，呃，佛菩萨啊，他应该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呢，实际上也就是有很多佛菩萨的化身啊，在自己的身边啊、呃、存在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想佛的这种这种相貌啊，外相就不是佛，那他就是这个普通人的这种身份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太容易。 辨别，所以就是佛经里面也讲，你就不要去啊，随意的去啊，那诽谤啊，啊等等，啊，就佛经里面经常讲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